糖跟这个我们讲那个硬糖这个比较低的，好，就是那个额头比较低，硬糖比较狭窄，就是两眉之间的硬糖比较狭窄，好像有一点一字眉，两个眉毛好像接在一起这样子的，通常它比较有洁癖，比较容易放不开，气量比较小，好啊，它比较细腻，比较纠结，它就是焦躁纠结。那还有就是敏感多思，有什么事情他就会想很多，一直想一直想，不信任人，他没有包容力，他没办法对别人包容。他可以讲说，反正他也没有注意到，他真的刚刚洗手，他又摸了什么东西，他也不知道。但是他看到别人没洗手，他就马上就你怎么没洗手？而且你怎么拿什么东西都一直注意到别人，所以相当相当的不好相处。所以这种人有时候真的很容易挑别人的毛病，非常非常的难相处，管很宽的那种。